这叫废物利用。要做什么？ 最棒的宝，你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这艘船没有克服不了的海浪。嘿，朋友，别担心。 神铁矿坑是我的，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 要做什么？强胜弱败。
自然的道理。这艘船没有克服不了的海浪，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，整下就得噶啦，就是浪潮。好的。有小乌龟耶，死者都这场你赢了，我的魔法会撕裂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要做什么？放
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强盛落败是自然的道理。全都不好了。哇哦，这里的风势要变强了。全都不好了，放心，不会。